今天主题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是带大家回到校园，当我们还是女同学男同学的时候，那种最纯真最直接最敢爱的时候。那么如果说今天晚上是一场考试，那我们今天的几位评委就是我们的监考老师，他们今天也穿上了校园风的服装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女同学陶晶莹同学，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晚安，我是桃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八亿人一起上的快乐音乐课。谢谢谢谢。下面是陈坤。那今天呢，我也是非常期待所有同学们的超常的发挥，享受这个舞台，期待听他们的好声音。好，谢谢。下面是说开考之前还没有想好要说什么的我们的李老师春春。晚上好，快乐男生才不是一帮没有故事的男同学，今晚看你们的啦，加油！谢谢。下面是我们的霆锋，欢迎。如果今天考试成绩不好，不会被留级，会直接被淘汰。哎呀，哇，好像校长说的话，老师很严厉。他们将会两两 PK， 由四位评委和这个帮唱师姐共同投票。那么经过第一轮，将会有三位直接晋级全国五强，而另外三位将会进入到待定席。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因为我们四位评委都一直非常期待你可以更加的有斗志。嗯，你上一场 PK 掉了张洋洋，你现在肩负着还有他的梦想，所以你更应该更加勇敢更加自信的在这个舞台上面展示你的，应该要展示你的优点，你的音乐啊。别的老师张飞说，你如果是坐在点评位置的这个心态，你会如何对待自己？但是你刚才歌里面中间你好像放弃了一半，我们都没有放弃你，我希望我们都希望你不放弃。这里的所有支持于谦的观众，一个大声的告诉所有人，可以大声的告诉所有的观众，你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拿出来扔了，哎，别扔了啊，放回他该放的位置。哦，我也想听听看，造起来嘛。V 神喜欢于谦的表演吗？我只是很惊讶，刚才听到宇谦讲说你已经把东西收好了，收了一半，因为信心是能够继续让你一直不断往前进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你该带的行李。我们所有人再给于谦加油了，好不好？加油，谢谢。好，接下来呢？和郁可唯要继续合作的是我们的环环，环环。谢谢，再次谢谢郁可唯，也谢谢我们的爵士钢琴家罗宁老师，好，很好的合作。我们把于谦再次请到舞台中间来，接下来将会在一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来，一个广告播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今天第二位要进军全国五强的这一位将会在我们四位导师还有我们的帮唱师姐投票过程当中产生。第一位投票的是陶晶莹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由评委来投票，下面是绿春。谢谢可唯，我今天听到的这一首秋意浓，因为有你的唱得太好啊，非常的感动，谢谢你。那我今天的这一票要投给的是宁桓宇。宁桓宇，宁桓宇，谢谢两位。所以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评审老师怎么看刚才的表演啊。春春，春春，我感觉今天花花特别的激动，有没有？有，好激动。你有注意到他那个细微的颤抖吗？有，我发现他有点小抽搐。对对，你自己有发现吗？没有，是不是？我看得很清。那是发自内心的呀。我今天看你跟文杰的表演，觉得我会忘记是在快乐男生的舞台上面。对对。其实你已经可能越过了比赛本身，已经到了另外一层，就是，你在享受这个音乐，享受这样的一个秀了，这是另外的一个境界。当然，我自己也会有一点点多虑，因为。我们从这个舞台上面走出去，无论是我还是刚才的那几位，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就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那你现在其实你的这个 style 已经有了，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从来都不缺好的歌手，但我们缺好的音乐，所以我开始有一点点期待说你会不会除了这些经典的作品以外，就是这些歌手经典作品以外，你会不会在接下来会有自己的作品？嗯，似乎好像会有，是有，敬请期待。那我拭目以待了。评委老师都会期待下一轮，下一轮，下一轮。OK， 他的每一个下一轮都很棒啊，特别是遇见这样一个哥特的怪咖女王，是吧？是的，是的。所以呢，没有减分，在这一点上，我很为你们高兴。现在继续。今天的第三位晋级全国五强的名额即将产生，我们有请评委老师来两排。好，来春春，他们两个今天晚上的表演堪称绝配。好，陈宇，现在花花已经拿到两票了，那下面我们要听听看师姐的感受，和花花以及范世琦去来提合作，根本停不下来。各位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炫迈挑战，更加紧张刺激的第二轮绝杀 PK。
这一轮的比赛。两首完全不同的绝杀 PK 歌曲，现在继续。大众评审就是你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终极 PK。错过才会更加明白，白坚持是什么？我的传说。接下来。下一组终极 PK，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好了，四组全部都有，一起来。投票结束，广告之后给您答案，待会儿见。现在继续快乐男生全国总决赛六进五的比赛，加油两位，早日找到你们的主场，加油！谢谢评委老师。好，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下周的比赛，我们的五强选手将会要冲锋2013快乐男生的全国三强。是的，想来现场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请参与每周六中午12点精英网王者之路听你的，登录精英网抢票专区3W湖南TV.com，即可以参加2013快乐男生现场大众评审奖票，1000位女性观众组成的评审席位等你来抢，号召你身边的女性亲友、女性观众。